腰椎间盘突出，别人都不说的秘密。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马学红。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秘密很多人不说，今天我来告诉你。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马学红，从事临床医疗工作20多年了，每天都接触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，看到那么多的人被腰椎间盘突出所困扰，我心里也是很难受。脱掉白大褂，我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，我深知大家的不易，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给我们的生活呀带来很大的困扰和经济负担，所以今天我决定把腰椎间盘突出的秘密分享给大家。其实啊，大部分腰椎间盘突出都是可以控制的，90%的患者都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的方式得到有效的控制，甚至能够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。再疼，急性期我们可以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用一些比如消炎脱水类的药物，比较重的还可以加一些激素，那比如说咱常用的甘露醇，可以适当的加点这个地塞米松，当然还可以配合一些神经营养的药物，比如我们常用的注射用腺苷谷胺、甲谷胺、维生素 B1 等。在缓解期我们可以进行热敷、理疗、中药等方式来缓解症状，这些方法在缓解症状的效果上还是比较好的。很多人呢，看到医生讲的这些啊，有的就划走了。所以我今天很感谢大家支持和喜爱，今天能够认真听我讲了上述这些科普知识，我会继续努力，哪怕只有一个人学到这些知识，我都会继续坚持下去。